诶，小苹果，你以为这是老鼠吗？抓着嗡嗡嗡的，真厉害！你干不干嘛干嘛去？你恐怕别人抢，是奶凶奶凶的呀。那小妹妹吓得都不敢玩了。哎呦！真是太厉害了，这小妹妹吓得跟着，那哥哥在玩尾玩头呢，不让我玩尾巴就玩头吧。哎，玩头也好玩是吧？你、这尾巴也好玩儿，拔河啦！你不能独占着呀，小苹果，小妹妹和哥哥玩玩，来，让小妹妹玩玩。哎呦，小妹妹还害怕呢，就第一次玩这个，哎呦，你可厉害了！一起玩嘛啊！来，哥哥玩玩。哥哥咋乖了？哎，哥哥，在这儿乖呢。你打他干嘛呀？在这儿呢。哎，让妈妈玩玩。哎，大脸。哎。这个动作最好玩了，左右左右左右，这呢这呢这呢，这太好奇了，这些小苹果激动的老是摔倒。哎呀，这回抓住了，这一抓住就剩他的了。给我，大家玩嘛！哎呀，掉哪儿去掉哪儿去，这不是小鸟，看我们的眼神儿，这胖虎的眼神儿啊，这是。哎呦，真厉害！那小妹妹和哥哥巴巴的等着呢，妈妈也等着玩呢。哟，那哥哥让我玩玩吧，这就是不给了，这就。小王子啊，小王子啊，你管他要，把弟弟要，你让那大哥玩玩嘛。你爸爸来了，看你爸爸玩玩，来，哎呦，这说啥就是不给了，别害怕，你咋怕害怕了，小妹妹？听哥哥搁这凶了，害怕了。听给小妹妹吓的，找妈妈去了。小苹果，好东西大家分享嘛，像不像幼儿园的小朋友？抢个玩具就是不给别人。哎呦呦呦呦，这生气的！哦，好了好了，完了，给你们，给你们。